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我们家的鸭子，小鸭子已经养了好几天了，妈妈说可以放水了。好，我去等一下去把它赶到后面那个小渠道里面去，让它们欢乐一下。现在给它们切点菜叶子，要不掉掉没有？为什么它能也挺嫩过？妈妈要切小一点哦。讨厌，我刀工的时候到了，我妈说必须得切小，因为小鸭子吃不了那么粗的。好了，喂鸭子去了，要把鸭子放出来啦！来，小鸭子，滚！不要那么激动。我们把这个菜叶子放在饲料里面放在一起。哎，这边你必须得变熟过来的。来，水蜜都不要了，这个渠道的水我们特意拦下来的，是因为这边偏偏都出了那个井水，所以这个水是非常干净的。我们也是中午才敢放鸭子出来，早上的话这个水太冷了。这个鸭子我们就给它放一会儿水，等一下我们还要赶上去，毕竟太小了。这个天看起来等下要下雨，不能让它一直在这里，所以要守着。